是我们北港曹天宫的香火。那我们的香火呢，其实呢非常特别，它是非常传统的，是由这些志工阿嬷用手工做出来的，包含里面的香灰、金纸的包装，跟外面袋子的裁缝，都是他们用手工做出来的。那在我旁边呢，这位蔡阿嬷，阿嬷，来片头回家去了，谢谢。Hello，这位蔡阿嬷她已经高龄87岁了，那她就是从早上8点就开始做，直播到下午4点。阿你说哈咪？我听。是蔡阿嬷，啊，今年几岁啊？阿嬷已经87岁了，是你可以看到她动作都非常流利。那阿嬷呢，现在在帮我们做的过程呢，就是我们香火啊里面的现在做过程，那就是用我们的这个太极筋，阿嬷讲的太极筋，然后就是包着这个香灰，然后我们可以看阿嬷包一下。阿嬷其实手脚非常利落，那我们这个香灰啊，就是从我们妈祖庙的那个炉架楼，我们插香的那个炉的香灰，然后就把它盛在这边当阿嬷装这样子，然后大家可以看阿嬷包一下，阿嬷手脚真的非常利落，看不出来已经87岁了。但是这边啊，刚才是阿嬷拿给我们，这就是完成品，香火的完成品。那他其实就把太极筋包香灰之后，再用这个布把它缝起来。缝起来之后呢，他还挂上一个八卦，然后再绑上我们的红绷带这样子，这样就成了香火。星星。